等一下，快点，等我外面有人，等下我们也逃不出去。那现在怎么办？要不我先躲起来，然后你们就大声的喊说我跑了，然后他进来的时候，我就躲门口那里，他进来我就跑出去。好好好好，你小心一点啊。啊。 跑到哪里去？洋洋，跑了，跑哪里去了？跑到牢里去了。追，白跑，白跑。 没找到，娘的，你们是蒙我的是吧？啊，你有蒙你真的？起来了，起来了，哼、啊，起来了，哼、啊。哦，怎么哦？你看看，人都跑了，跑哪里去了？我鬼知道跑到哪里去了，房间我都找了，都没看见。不是，跑那么痛快、啊。 啊，就是你们了，跑了，跑哪里去了？收着，跑楼顶啊！我楼顶上面连那个粪坑我都搞了，老不老实。看见？那是你们不够仔细。小心了没有啊？你看见吗？小朋友，那个姐姐跑哪里去了？ 楼顶上了，是真的吗？是呀，你真的是跑楼顶上面去了？我找了，没理由啊！现在是老板，你出一个去。喂，李老板，喂，是我们两兄弟，我们现在手里有两个小孩子，一个男的，一个女的，还有两个18岁的少年。 你带钱过来，只要现金，任你挑任选，有哪个是要哪个，这是便宜图，有紧急情况。对，半个钟后见。好，没问题。老大，你这么说，这两个那么老了还说18岁，啊，先把他骗过来，行，让他带钱过来，懂吗？这时候看不上，看到那个了呢。是不是带小姑娘？我们是不是把那个典礼接过来？对呀。 姐，你想什么呢你？哎，以后要不要混了？怎么那么……叶老板，好好，我这里瞬间就叫醒你了。谁？赶紧你们先，妈的，你们能……快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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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！啊！ 这些天死，然后连小孩子也不放过。我刚刚还想去找路人呢，然后听到他们联系老板，然后我就想让他敲门，看他们出不来，出来就把他打晕了。快点把那个扶栏的扶不进来，不然等下我们小孩子也看不到了。开门。
你弟弟的，他妈的几天没给我饭吃。两毛。畜生。畜生不如的狗东西啊！妈呀！哎，把它卖掉，淘汰爆了！人家把我们卖了。去看看电信老板行情的。这是怎么办？问他们抓我们干什么？你问这个吧。提醒，说我们干什么？想把我们卖到哪里去？你这几个臭女人，你不是跑了吗？跑？你觉得我会自己跑吗？难道看他们见死不救吗？跟你跑就算了，你还居然还敢回来？我都在门口听到你们说要把人家卖了。对呀，还要把你卖了。还卖呢？现在你是我们手上的蚂蚱，还卖？先把你卖到窑子里面去，然后再把卖给老头。妈的，看你是人那么好，让他们把你一遍一遍的侮辱完。快点说，把我们那蚂蚱哪里去？卖给老头啊，卖给窑子啊。那你们做啥？卖给夜场。那你们抓那小孩要干什么？那么小孩的小孩都抓。抓那个小孩干啥？明知故问，肯定是有些人上面不行，生不出孩子，他就要一个纯种鸡蛋。天杀了！别的地方还有没有被你们关押的啊？就是。有什么有关你什么事啊？你这个矮冬瓜！看你们的良心是被狗吃了。我们做这行，我们就这么有良心，我们都是挣了黑心钱，怎么的啊？现在什么社会了啊？有手有脚不干正经的事做，现在可是法治社会，像你们这种人啊，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，一旦被警察知道了，看你们跑得了吗？啊，就是像你们这样的人，我们要必须要让他们绳之以法。对，我跟你说，这一片我就是法，我就是王，你们这里除非你长了翅膀，要不然你插翅难逃。那个嘴巴还那么嚣张，看你嚣张了啊！妈的，做东西做我们这一行没有不嚣张的，那种斯斯文文的那种败类，能做我们这一行吗？啊！你看我兄弟谁没主演的，就是干这行的料。看一下他们的手机放哪里去，报警！要报警！报什么警啊？他们受到法律的制裁，报什么警？你们不是说都不怕的吗？啊！对呀，就是不怕，怕什么啊？感觉你们是整天想疯了，怎么事都敢认出来。报警。